哎呦，叮铃铃的声是什么声？好沉重啊！沉重，很轻，好吧？哎呦，虽然很小，但是一个很大的物件儿。那由文文呢，带着他先登上这个舞台，看叔叔能不能猜到你心里去，行不行？啊，行啊。走吧。现在心情咋样啊？着急不？不着急，到这了，这心里挺稳的。我说你着不着急见我们女嘉宾？着急。着急啊！来吧，先不让您看啊，先有请我们的文文呈上我们爱的信物。快看我们的神奇的盒子，马上就要打开了啊！哎，叮铃叮铃响，是一个小物件。噔噔噔噔，叔叔您拿出来吧。这啥意思？钥匙是吗？家的钥匙。他家的钥匙啊？他家钥匙。初次见面如胶似漆，是这意思吗？不觉得太快了吗？太快了，这个步伐太快了呀。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寓意，就那意思啊，我愿意把我家门钥匙给你，我愿意把我一切都给你，一把锁一把钥匙，要是看好了那就一起生活呗。以我对阿姨的了解，这不是她的性格。那我明白了，那这阿姨可能是搞房地产的啊，然后说我送你一套房子。是我房，我不能要他房，我有房子。太实在了，人家后面都说了，你太俗了，怎么就想到这个房子啊什么的？就是让他天天开心快乐。这个钥匙就是开锁的，但这个锁是什么锁？是房子的这个锁呢，还是什么锁？得问问咱女嘉宾了。我们还得有请我们女嘉宾给咱解释一下哈。来，有请女嘉宾上场。女嘉宾带来家门钥匙。